观看影片前请先打开西西字幕，可以有更好的观看体验。感谢你的收看，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帮谁挑今天要出门的？直接下大雨啊！我要去转运站搭车了，我们要去台北。我们要去台北喽。结果台北没下雨啊，各位。我们看到了 Manga 101。饭店好多外国人哦。すみません。看得到外面，只是感觉外面的景，好。结果你从这边出现，可能我的电光爆红受欢迎了。右边是运哥的，啊，你们在对打，你不在龙哥。哎，我赢了。哎，干 ，yes， 我 yes， 要合体了。没有，他要对战，然后触发融合的条件。啊？然后要对战一次。对战触发融合是啥？吃完饭之后，跟好朋友们去逛万年大楼，就没有拍摄了。非常感谢 Virus 哥哥赞助两件斯普拉顿 T 恤。哎，你要张扬的吗？搭配饮料吗？哎，不要这样就好。好久没有搭哥玛兰了，我带你去玩。依然我比你熟了。哥玛兰顺利，11:21网游。现在三个小时了。是。哦，好久没有回来依然了，好爽哦。如果不算首付，其实都回来换。哦，好，先看一下车况，感觉应该还好。还好，在未来一起下车。对他耶一下耶。耶，可是他是录影的，快速跑。他人家要演速跑耶。怎么啦？无糖。快速跑。那个不太有什么样的花园，哇呀哇呀哇是吧？对啊。这有很难吗？花园里挖呀挖呀挖，没有很难，有逻辑性的记就好了。一起的吗？一起的，来二车。嗯，谢谢。期待已久。哦，嘴巴破洞，但是很爽。好的。看一下这个夜市有什么可以吃的，它其实就在桥下的一条路。哎，运哥有大热狗，他收得到你吗？收不到，可以吧？你想他来这里吃，现在110了啦，价110，那时候我记得来吃是70。
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宜兰独有的超市，它叫做喜户会，它就有点类似就是在地人的全联吧。麦当劳不见啦！今天应该是好天气，可是我看地板怎么是有毛毛雨。有点重，这个。没关系，这个就好了。哎，对，谢谢。就我就在趁那个时间赶快蠕动我的肠胃，会吸吸吐吸吸吐吸吐，一直缩小声，反复操作。好笑。笑屁！条条路通罗马。条条道路通罗马，你少了两个字。那我两个字，名就一个字。道路啊。我刚才有讲条条路啊，那少几个字？你刚才说条条路罗马。我说条条路通罗马。我们现在要前往头城的路上，三条道去吃好吃的东西。国道五号要往台北的那个交流道都会有车，管制还有那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？三个人以上高成百，大家切记哦，要排队就要排队哦，不能插队。阿嬷葱油饼，网络上很红的一间小吃店。有加辣吗？小辣。好，来。谢谢。大多都是面皮，感觉它的面皮里面没有葱。看一下，有没有？这个要吃到蛋，可能还有一点。嗯。我在吞口水。其实蛮好吃的，很好吃的。因为它刚炸起来，趁热吃的时候吃一定是很好吃的，而且很脆，搭配它那个酱很好吃。大家可以点看看，小辣不会辣，就甜辣酱，试进你的味蕾。你的鼻子还是一样。你看，有点惨。山田对好吃的定义就是好吃的东西他会一直吃一直吃，然后他就直接把它吃完，然后完全不会留给我，然后他以为我是因为我没有我不吃的所以才给他，所以他就把它全部吃完。早上跟我说他嘴巴破洞，我说好吧，那我们就是葱油饼买一个就好了。你去住一下好不好？这也是宜兰最有名的191架，然后隔到罗东直接骑191。我想咧，到你那一个站。好啦，谢谢啦。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山景，够碎耶啦！这一站就是让山田来回味一下他的学生回忆吧。还好吧。我只在乎我什么时候到了海边。那不是说火人大炮吗？不是说烤肉，在那个桥底下烤肉。然后那时候警察有来关心，我以为他要劝离我们，就没有。他说他记得垃圾要丢，赶紧走。我们现在在 YL 的海滩上面，这叫城堡吗？那上面是城堡咖啡馆，有一馆跟二馆。不知道看不看得到，不管了，反正我就是要讲。龟手，
龟身龟尾。那我昨天看到了，要在宜兰看最漂亮的乌龟龟山岛的话，要去壮尾。只是壮尾的海很哦 ，Oh my gosh！ 哇，地道。两个袋子，两个袋子啊！你要分两袋吗？对，分两袋这样。有载具吗？有，可以帮你收。来这边喽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家离开宜兰啦，离开礁溪，我们要前往福隆。然后一 B 月台，那个女站长让我很有压力。你可以跟她讲。哦，还好没有下雨，好爽。对啊。哎，为什么要放那？不然你要放地上。放那会不会忘？会啊，真的要记得。真的要记得啊，你怕是？哪有人东西这样放啊？地上会被人家踢到。也是。然后又没有位置。而且他在挥手，哎，我拿一个挥手的弟弟，他在跟他同学挥手，他跟他同学挥手啊，他跟他同学挥手，为什么要拍他？我他在跟我们挥手，他在拍我们吗？没有吧，他在拍同学。好，他的同学三个妹子，不用偷拍，我帮你录好。我们家在福隆，然后我们租了一台协力电动车，就是看山岭山的部分。我们先看山，等一下再去看海。现在就要进到这个隧道了。好冷哦，有够紧的。我们现在穿过那个隧道，那一群人呢，坐在那边。走过去看啊，走啊。在吃什么东西？那边餐。这有香肠，他们走到哪里都有人卖香肠。这是海胆。嗯。对，吃那个很好吃啊，很嫩的。就感觉是人家住家，那个是海带吧，海菜、海带芽之类的吧。对啊，有个阿嬷跟一只狗。一只狗很可爱。那我们要往哪里走？往下再看看。好，我们要往下骑喽，举光号。还不重点啊，这把 key。爱心。重点比较吵。这台车要怎么启动？我们这里有一个钥匙。那田家教你怎么发动？动不动？他找不到，另外一边。哈哈哈哈哈！错误示范，我故意的。好，插进去，转动。这是有两段，有灯哎。灯是开。要开灯吗？开。所以我刚才都没开灯。那继续介绍怎么发动啊？等一下，啊，启动之后踩油门就好了。啊，我妈你别没吼，没有，是你下来。我们找不到路了，啊？拜喽。哎哎，哎呀，你不要烦呐、啊，哎。不知道啊，这好像没东西。我觉得这也是路口。下面的那个蓝线的。可是下面它也是到公、那個、就没了，没了就没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對啊还是这里其实是路口。其实有个路线可以环呐、啊，环绕一圈，环绕那个。看起来没了。应该就是这里。哎、欸，小心，小心，没有错。好，谢谢。经过刚才有一点小迷路的状态，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
这个应该是环状线的底了吧？是在捞海胆，应该是吧？那应该就是所谓的海女吧？他们就会潜入这种潮间带去捞海一些生物。他捕了一袋东西，那会不会一袋都海胆啊？嗨，对，好吃吗？对。一个弟弟在吃东西，你不要骚扰人家，不要看我啊！他对我笑，不要下班好吗？我们为什么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？哎、欸，大家从那里走，应该是可以走吧？我们走走看吧。你、这个一下去，那就不用潜了。我们要去踩水啊！这里是黄的。的奇迹，哇！看到不走。我们现在找到了一个秘境路口，你现在在福隆的海水浴场吗？这里人蛮多的，那边有沙雕，中间有一个小沙丘比较高，然后其实蛮深的，在那个地方蛮深的。你前面有一个贝壳，把它捡起来，橘色的，弯下去就看到了。上贝？对啊，我又把它带走，捡起来看一下而已。好酷哦！留言要的加一，然后自己来捡。我就这啊。在这里哦。哎，加菜了。这是海带吗？对啊，海带。为什么这么新鲜海带？在那么浅的地方冲上来的吧，满潮都冲。是谁弄掉海带？你家海带在这里，记得来捡哦。你吃看看。这是填色吗？哦，它补齐是不是？可能吧。像拼图一样。OK， 好酷哦。不错啊，笑死，赞！哇，下大雨了哦，不幸中的大幸。我们今天在福隆车站里面，哇，好大！好了，应该是没有画面了。我后面那还去花莲哎、欸，要不要？不要了。上去之后又回礁溪了。